团长，从海上偷袭的敌机受到我高炮部队猛烈打击。嗯，看来这次敌机的偷袭和敌人的S计划有关。嗯，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嗯，雷达一连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按原定计划准备完毕。好。动六，三三。 六三四五六幺动六，三五六四三五两五动拐，三两。团长在吗？在。动拐，三六六八两四四五动拐，三四六三八四两四动八，三三。报告。好，雷波同志，雷波回来了。政委，雷波同志回来了，团长，雷波同志辛苦了，首长辛苦。来来来。 坐吧，坐吧。雷波同志，这次回国观礼，你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这是全团的光荣啊！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喜信迅速地传达到每一个雷达连、每一个阵地，告诉战士们，把荧光屏擦亮，刺刀磨光，狠狠打击敌人。是，团长，有什么任务，快下命令吧。 哈，好，来。三管六狗三三六三，根据敌情通报，美国驻远东轰炸机指挥部为了配合他们地面部队发动的攻势，挽回其败局，制定了一个空中 S 计划。这个计划的目标直指我们钢铁运输线的咽喉。 一号江桥，敌人把大批轰炸机调往海马岛，企图以低空大速度沿西朝鲜湾隐蔽出航，躲避我海岸雷达的捕捉，偷袭一号江桥。我们为了保证江桥畅通，要迅速地在深海前沿的石岛上架设雷达，这就是石岛的位置。东南200海里就是敌人的海马岛。我们在石岛架起雷达。 就能充分发挥雷达的低空探测性能，提前捉住目标，及时的发现敌情，就使我们的歼击机部队
赢得充分的准备时间，把敌机拦截在海上歼灭。对，雷波同志，你们在敌人眼皮底下作战，岛子小，只能单机上去，岛上又没有淡水，这会给你们的工作带来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。但是我们有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的支援，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他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。我们一定像一颗钢钉，牢牢地钉在石岛上。雷波同志，团党委要求你们今天傍晚出发，明天10点以前一定要在石岛上架起雷达。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好，报告政委。团长，李参谋，我部队首长指示要我们全力协助雷达连的行动，清川李自卫队把上岛的船也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朝鲜人民军的李参谋，这是雷达一连连长雷波同志。叔叔，哎，水，嗯，好，好，好，阿玛尼，哎，指导员，快歇会儿吧。不累。老黄，快下来吧。好嘞。给。指导员啊，连长还没回来，快了。指导员叔叔，小英子，叔叔，小英子，林叔叔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哦，小英子着急了。嗯，告诉你，林叔叔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呀，太好了。叔叔，我也要上岛。好，小英子，别缠叔叔，快玩去吧。嗯，小英子。小英子，咱俩到那边去吧。好。指导员，你们要走了，我真舍不得呀。阿玛尼，去吧，狠狠地打美国鬼子。嗯。指导员，玉顺。指导员，我们自卫队决定一个组留下，一个组送你们上岛。太好了，你们想的真周到啊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玉顺，淡水装完了吗？装完了。菜呢？哦，妈，你放心吧。玉顺，我和你们一起上岛。卫生员同志，我要是上前线呀，一定要多杀几个美国鬼子。杨凯同志，咱们是雷达兵。雷达兵，打仗都得和敌人拼刺刀。小杨，我也跟你一块儿去。那可不行，你要走了，全连的饭谁做呀？那你走了，这雷达机谁开呀？啊？连长回来了。连长，连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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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连长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。连长，你好，你好，连长，你好，连长，小刘你好，报告连长，新战士杨凯向你报道，多大了？19。好，欢迎你，老雷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连长，老黄，见到毛主席了。见到了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见到毛主席了。同志们，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，
毛主席向我们志愿军战士们问好。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呀，连长，同志们，这是我们全连的光荣啊！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和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，把伟大的鼓舞变成战斗的力量，为祖国争光，为毛主席争光。李叔叔。哎，老雷，连长回来了，雷叔叔，哎，小英子，戴上红领巾了。雷叔叔，我给你装了一壶最甜最甜的清泉水。好，谢谢你，老雷。阿玛尼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老雷，崔大爷。幸福啊，毛主席万岁，金日成将军万岁，毛主席万岁，金日成万岁，毛主席万岁，金日成万岁。同志们，我们有毛主席和金日成将军的英明领导，中朝人民并肩战斗，一定能打败美国侵略者。出发！詹姆斯将军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海上低空试航机偷袭一号江桥，没有被共军的雷达发现。好，可是什么？哈尔逊上校，这是威兰将军亲自制定的 S 计划，我们要用大机群超低空压向一号江桥，炸断共军的运输线，他们的地面部队就会弹尽粮绝。什么停战谈判？还是让我们的飞机大炮来说话吧。哈尔逊上校，我命令你亲自带领花尾蛇大队把一号江桥给我炸断。什么时候出击？明天上午10点。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，对岛上进行搜索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是，保证10点开机。
陈参谋，石岛情况怎么样？正在联系。一连任务很艰巨啊。嗯。告诉他们，必须抢在敌人行动之前，保证10点开机。是。架设完毕。好。老黄，连长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还是老脾气。小王，抓紧点。嗯，走。下命令吧。开机。情况。注意，动拐动两次动，善行搜索。是。敌机一批，方位14洞，距离10洞，大型机9架，高度2000。洞1-12拐14洞，洞1-拐26463洞沟，洞2-13拐145，洞2-拐36432洞沟，洞1-12拐14洞，洞1-拐36422洞8，洞2-14洞148，洞2-拐36481洞8。洞2-13拐145，洞1-拐26463洞沟。向各战区通报。是。起飞。想溜掉，进了网的鱼溜不掉。我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？小杨，你不是想拼刺刀吗？这也叫拼刺刀？整天坐这儿照镜子。连长，团指挥所通报，我机击落敌机3架。打得好。将军，在海上我们遭到共军的拦截。什么？被拦截在海上？是的，看样子共军早有准备，海上有眼睛。这不可能吧？报告，进来。詹姆斯将军，
海上情报组向您报告，没有发现任何情况。混蛋！共军在哪里？共军在哪里？共军在哪里？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是啊，眼下敌人吃了亏，他们一定会挖空心思地寻找咱们的雷达阵地，咱们要做好准备啊。嗯，估计会对我们进行干扰和空袭。嗯，我想来个将计就计，在夹子岛上。嗯，好，老雷，咱们和战士们商量一下。对，跟他们谈谈去。跟美国鬼子斗得多动脑筋，对付美国鬼子就要针锋相对。我说端着刺刀上前线，杀他几个那才解气。咱们是雷达兵，杨凯同志，这儿也是前线，没有雷达飞机怎么打仗啊？守着荧光屏看人家打胜仗，想什么办法也被动。不，咱们也能主动向敌人进攻啊。对，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坐吧。指导员，哎，指导员，都坐下，说说怎么个主动进攻啊？和敌人斗智，牵着敌人鼻子走。那你说说怎么个牵法？怎么个牵法？叫黄班长说吧。这我说啊，咱们搞个假天线，把敌人给迷惑住，给他来个真假难分。好，老雷，我向团部请示一下。对，同志们，分头准备假天线。是。小杨，嗯，走，谈谈去。坐吧。小杨，这是什么？荧光屏。对，它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武器，不能小看这荧光屏，它能盛得下天空、陆地和海洋。它是一面照妖镜，能照出敌人的原形。一个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战士，就能透过荧光屏看到世界风云的变化，看到美帝的罪恶。连长，我爹就是美国鬼子的飞机给炸死的，我参军上前线就是要为我爹报仇。
可这儿有劲儿使不上。是要报仇，可不能报个人的仇，而是要报阶级的仇。我们志愿军来到朝鲜，担负着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重担。毛主席领导我们干革命，不仅仅是消灭几个美国鬼子，而是要在地球上消灭阶级，消灭私有制度，去建设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。我们现在战斗在荧光屏面前，及时地提供空中情报，使我们的作战部队有力地歼灭敌人，这怎么能说有劲使不上呢？对。向团部报告，我们已经在夹子岛上竖起了假天线。是，敌机一批，方位14洞，距离100洞，小型机一架，高度5000。是侦察摸底来了。哼，马上关机，导天线。将军，侦察机在夹子岛发现共军的雷达。啊，好，你亲自带队出击，把共军的雷达给我挖掉。是。敌人上钩了。他们满以为可以执行他的 S 计划了。好啊，那就叫他们来吧。同志们，竖天线准备开机作战。是。石岛东南100公里，发现敌机一批，高度3000。嗯，命令石岛，注意搜索敌人后续目标。是。第三吧。机打乱敌机编队，朝鲜人民空军在4号空域拦截敌机退路。看来共军在海上还有雷达，把夹子岛附近的岛子统统轰炸一遍，把海岸线找来。
是。报告，进来。你带海上情报组到龙岩礁去，不，到所有的岛上去，想办法把共军的雷达找到，把他的眼睛蒙住，把他挖掉。是。马上关机，全体隐蔽。是定时炸弹，哎呀，淡水，别动！快，赶快躲水！好，连长，渡口发现定时炸弹。带领同志们赶快隐蔽一下，连长，炸弹一爆，拿雷达机。我知道，服从命令，快撤。是，走。老雷，老雷，老方，看来短时间不能把他搬走，他威胁着我们开机作战，不能让他拦路。嗯。报告，团指挥所命令。我连马上开机，一边开机一边排弹。对，连长，我来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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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雷，我去排。老方，时间就是胜利。老雷，别争了，你去值班，我来排弹。好吧，让老黄协助你，我去值班。一号班上机，是。一号班给我收。连长，我要求值班，去吧。是。眼下这危险性很大，你赶快离开这儿。连长，老黄，快，快！
王班长。马宝玉，我去释放干扰，你去石岛。如果发现共军雷达，要想尽办法的炸掉它。对，集合地点，龙眼礁。是，去吧，走。走。洞幺幺三五幺八两，洞两幺八洞幺六洞，洞三两幺洞幺四两，洞幺幺三五幺八两，洞两幺八洞。指导员，真是块好钢呀！两幺洞幺四两，还要在战火中锤炼锤炼。洞两幺八洞幺六洞，洞三
指导员黄班长，练得不错。小杨，在战斗中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，有时还要用目测报情。目测报情？我们在地监哨的时候都是用目测监视敌机啊。讲讲吧。指导员你讲。好。小杨，咱们连原来是个步兵连，后来改编为地面防空监视连。那时候没有雷达，来，监视敌机靠什么呢？靠望远镜和眼睛。当时啊，也有些同志想不通，觉得这样打仗不解气。可是少长对大家说，做一个革命战士，就要像钢钉一样，党需要在哪里，就在哪里扎根钉牢。我们的少长，就是在敌人的狂轰滥炸面前，用望远镜向航空兵部队报出情况的。用望远镜打仗？嗯，那是刚入朝不久，美国空中强盗派出大批轰炸机，一面轰炸我主要目标，一面对我们坚守的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轰炸扫射。这就是咱们的老雷达兵啊。他就是咱们的雷连长。连长。连长。进去坐坐。连长，给。老黄，油漆怎么样？机器没啥，就是淡水不多了。在送水船来之前，一定要节约用水。是，克服一切困难。也要保证油机用水。对，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毛主席时刻在期望着我们。一想到毛主席，我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了。连长，自打你从国内回来，向我们讲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，我常常夜里睡不着啊。我想，等到胜利以后，要是我也能跟你一样，
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该多好啊！连长，见到毛主席那会儿，都想了些啥？我想了很多，就连小时候逃荒要饭，都想起来了。是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，没有毛主席，就没有新中国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被压迫的人民盼着解放？还有多少朝鲜人民被美帝国主义杀害？一想到这些，我就在心里向毛主席宣誓，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和朝鲜人民一起打败美国侵略者。连长，咱是毛主席的战士，一个心眼一股劲儿，不管遇到任何情况，人在游击转。老黄，连长，小杨，冷吗？不冷。连长，有情况，快去报告指导员。抄过去，走，快上，快！不许动！
哎，崔大爷，人民军指挥部通知我们出海捕捉海特，有情况。雷连长抓住几名摸岛的特务，据交代，韩海天在龙眼礁释放干扰。韩海天，这个坏蛋，不能让他们干扰破坏。我带领自卫队，摸黑出海，上龙眼礁。好，我给你们假船掌舵。好。 玉顺，哎，玉顺，我们也上岛送水。好，美善，通知自卫队，把船检查一下，准备出海，消灭航海天。好。 石岛发现共军雷达，石岛真有雷达吗？将军，我派两个中队把它炸掉。不，又是圈套。再要失利，蔚蓝将军是不会宽恕我们的。那继续侦查，把石岛海域全部封锁，不许一只船通过。 小英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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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奶给志愿军叔叔带水。 连长，把他交给我保存吧。记住这笔血债，要叫敌人加倍偿还。
连长，你这是？小刘。嗯。你一定要说服连长喝水呀！啊。嗯。小娟，快来吧。同志们，水分好了。给。小娟。给。小刘。小刘。你们喝吧。小刘。我不。你喝吧，哎，喝吧，喝吧，给。哎，小刘，这是连长命令大家喝水。你们喝呀。小刘，这水啊，还是留在最需要的时候吧。对。对。连长，大家还是不喝。分的水都要喝，这是命令。连长，我们能坚持。这水，你们听听，嗓子都哑了。为了报情况清楚，运运嗓子。同志们，朝鲜人民为了送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，但他们是英勇不屈的。目前为了战斗的胜利，我们一定要喝水。来，我带头。连长喝了，大家喝呀。来，咱们一块儿喝。连长。哎，老黄，你海水，海水，海水，海水。连长把水倒进了水箱。连长呀，连长，你都几天没喝水了。连长，你是指挥员，担得住，你要喝水。小杨，老黄，这油机房里的温度高，你汗流得多，你更需要水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坚守阵地，开机作战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，取得了初步胜利。但是敌人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，必然要对我们进行疯狂的反扑。我们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。党支部号召我们要发扬不怕牺牲，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，顶住狂风恶浪，狠狠地打击敌人。人在阵地在，人在天线转，人在阵地在，人在天线转。知道确有共军雷达，飞兰将军电令，要不惜任何代价
实现他亲自批准的 S 计划，否则我们的地面攻势就将一败涂地。罗菲尔，命令韩海天释放干扰。是。那为了取得决战的胜利，威兰将军又给我们派了一个轰炸机大队，这位是汤勒上校。只要哈尔逊上校把石岛天线拔掉，我就叫一号桥瘫在江心。炸弹会替我们做主的。挖掉石岛，把一号江桥给我炸断。团长，石岛发现情况。命令石岛注意掌握敌机动向。是。方位幺两洞，距离幺洞洞，大型机三架，高度2000。快修快修。去去去。这个笨蛋。前面就是龙眼礁。上。好。快释放干扰。方位145，距离2洞洞，大型机3架，高度2000。砸破干扰，马上跳重。跳重无效。右八拐三，动八，三两，六三八两两幺，动六，三四六两八四六两，动六，动幺，幺六八拐三，动八，三两，三两八两两幺，动六。六三八两两幺动六，告诉石岛，采取一切措施反调干扰，继续上报空情。是。连长，团指挥所命令速报情况。杨凯到，上阵地目测报情况。是。大头鱼，大头鱼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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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头鱼，大头鱼，哎。消失。报，敌机一批，方位14洞。团长，敌机飞向石岛。通知雷波同志，
准备反空袭。是。团长同志。哦，李参谋。首长命令我率领高射机枪排立刻上岛加强反空袭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李参谋。你们辛苦了，感谢人民军的支援。方位幺四洞，距离。电压不稳。小刘，快！老黄，黄班长，连长，水箱，快！老黄，水来了。
慢你。毛主席呀，毛主席，连长代我向毛主席问好。威廉将军电令，在发起总攻前必须炸断一号江桥，此战再要失利，你的轰炸机联队必须全部出动，往里冲，炸断一号江桥。是。炸石岛，石岛。敌人企图压住石岛，然后偷袭一号江桥。连长，有故障。看看天线。是。怎么回事？石岛情况中断。海燕，海燕，速报情况，速报情况。输送线断了。小杨，小杨，不要紧，快，连长，
疏通线。赶快隐蔽。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他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。Thank you.